Hello， 你要干什么？不是啊，我事后想想啊，你杀我女儿，哎，好像就不能这么算了。我们不是说好了吗？大哥，我保证不会再去打扰你女儿了。是啊，我们是说好了啦，可是我后悔了。啊？你要干什么？啊哈！不要害怕，我是文明人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那种断手断脚的事啊，我不会做。啊，至于我女儿的精神赔偿，哎，收你个20万就好。20万？我没有那么多钱啊。是哦，你没有？啊，你公司在这边吗？我去找你老板聊聊。哎，大哥，等一下，我是真的没有那么多钱，我户头里面只剩下10万块而已。你不信的话，你拿我的提款卡去查，你就知道。哎。你是个工程师，哎，你户头只有10万块，丢不丢人啊？啊，算了，没关系，我今天心情好，我可以接受分期付款。走，先去领10万块出来。怀疑啊，走了啦。哎，不要紧张。吃饱。你今天送他去上学，发生什么事吗？没有。那他怎么都怪怪的不讲话？小孩子青春期嘛，怪里怪气很正常啊。你在干嘛？我在设定新手机啊，把那个云端的资料叫进来。你银行解冻了？还没啊。那你哪来钱买手机？你不是要跟我借钱吗？我又不是没朋友。我之前认识一个出版社老板，他先借我10万块挡着用，我之后啊再帮他拍几张照片跟他抵掉就好了。OK， 设定好了。哎，之后有事就可以直接打电话给我。我跟乔婷的老师约好了，明天就可以过去找他谈。嗯。这件事情你先别跟乔婷说，免得她要在那边发脾气。嗯，好，你决定就好，我没意见。我也吃饱了。这种臭嘴，你说最讨厌！放开！我今天就教训你，让你知道讨论人家下场是怎么样。放开！